腾讯视频的网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胡一天。然后刚才那个小楼的盛况，我们也是非常震撼。然后你拍了两部戏，就有这么高的人气，有的人可能就是奋斗很久都没有达到，就这种有没有一点小骄傲？骄傲谈不上吧，就觉得自己挺幸运的，对。然后江辰在剧里面是一个傲娇又腹黑的一个角色，你觉得跟你本人性格像吗？挺像的。比如说哪些方面？就是可能生人面前话比较少，然后也有点腹黑，有点傲娇，对。然后江辰有一个特色，就是特点，可能就是特别爱吃醋。嗯。然后吃醋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在戏里老吃醋吗？其实我当时也觉得吃醋有点吃烦了，因为吃醋戏挺多的，但大家好像还真的挺乐意看吃醋的戏。大家说就是最甜不过吃醋。那你吃醋和闷骚的时候，可能会有哪些表现呢？就比如说我眉头一皱，然后发现我要怼你一下，因为你让我吃醋了。印象中最醋的一场戏可能是哪里？最醋的一场戏就是，我看到这个因为已经播过了，所以就不涉及剧透。看到那个陈小希，他从那个黑板上摔下来啊，我没看到他摔下来，但他刚好掉到了吴柏松的怀里，然后我就。然后我就有点爆发了嘛，然后就走出去，结果他追上来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有一场比较激烈的争吵的戏，对。所以说你就是可能会采取一些主动的，都是在可能说男二的进攻之下，然后对对对，对，就压力会有反应。然后小美好跟也是一个校园青春的故事嘛，当然很多人说比较像那个《一吻定情》，你怎么看？我本人看片比较少，没有看过《一吻定情》，所以没有办法做比较。对，就是那个江直树，觉得跟你特别像。那个，我的童年好像没有，因为直男很少看这类的片子，你懂吗？那你的童年看都看些《西游记》？西游记啊，对对对，看那个看的比较多。那你觉得在这个剧里面最甜的一些桥段有哪些呢？最甜的就是，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一些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吧，就是细节会非常的多，是吗？一些对对对，就是现在因为剧情播到是比较扎心、比较虐的一些桥段，然后接下来你觉得是甜的多还是虐的多？用手别弹声弹，要不然有声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好嘞好嘞，好，可以。你稍微别动啊。对。那你觉得接下来就是会就是甜起来吗？就只是想虐？我觉得反正。安插的这些那个戏或者说桥段就是为了最终的怎么说呢，就是起伏，有起伏才有看点嘛，最终当然肯定是甜的。你在戏里面后面做的浪漫的事儿多不多？然后最浪漫的其实江辰这个人吧，我觉得他本身不是特浪漫，或者说他浪漫的点有点奇怪，就比如说小说里写的是，比如他求婚的时候，他是拿那个医用手套当做气球的。就预告片。我觉得他浪漫的点可能有点奇怪，但也不能说他完全不浪漫嘛。对。就是属于他那个独特的理工式的浪漫。理工式浪漫。然后你和沈月在剧中是最萌身高差。搭戏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身高问题，然后就产生一些有趣的事情？就是不太容易同框嘛，主要就这个。那怎么解决呢？要么电箱子，电箱子为主嘛，解决的话。他有抱怨这个问题吗？这个倒没啥好抱怨的，我觉得，因为从我这个视角拍他还真的挺好看的，对吧？然后他的视角拍我，可能有一种这样的感觉，用鼻孔跟他说话的感觉。你在片场是不是也非常的会撩？因为我们上网的时候刚踩过了那个吴柏松，然后他说那个你在剧外比他会撩多了。是吗？我觉得他太谦虚了，我觉得。就是你在戏外比如说也会给沈月拍一些照片什么的，就感觉拍的还质量挺高的。偶尔拍过一张，只不过那张质量确实还挺高的，不是我吹牛。就是拍一张就拍成这么好的效果，还是他拍了很多张？没有，因为当时他拍的那场戏就是他想偷吻我，然后打了一个比较好的灯光，然后可能当时就觉得哎，这么好的一个光我给你拍张照吧，就这么一个契机。对，所以就是非常会拍照是吗？哎，也不是非常会拍了，就自拍这块我就比较弱。对，就拍女友还挺擅长，自拍不擅长。可能吧，可能吧。除了会拍照，你觉得自己还有哪些隐藏的男友技能？隐藏的男友技能，可能做饭应该不错，因为我
很少尝试过几做了几次饭，但是还能咽得下去，应该是有天赋的，我觉得。是会给朋友或者说在片场送吗？没有没有，就在家的时候。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就是你会怎么样哄女生，可能有一些小问题、小场景，怎么反应？第一个是女朋友如果摔了你最喜欢的东西，摔了我最喜欢的东西，我可能会偷偷的把她最喜欢的东西也摔了。是这样的吗？对。然后女朋友如果生病了，但是朋友要找你出去玩，那肯定就不出去了，就先把她的事给解决好，先照顾她吧。会怎么样照顾她呢？如果女生生病了？如果喝热水解决不了，那应该就送医院了。对。作为一个医生，这是你的建议是吗？对对对。女朋友问你说今天我哪儿变了，然后你没看出来。变漂亮了。就猛夸漂亮就对了。对，猛夸漂亮就对了。你觉得自己就是对于发现，比如说女生智力变化什么的，迟钝吗？应该挺迟钝的。如果教女朋友玩游戏之类的，然后她学不会，生气了，你怎么办？她学不会，生气了。生气了，多教几遍呗。多教几遍是谁？我生气还是他生气？他生气。那就再多教几遍呗。如果再学不会，那我就不教了。对。约会如果迟到了，怎么哄他？编造自己路上堵了，然后再夸漂亮。女朋友工作不太顺利，然后说回家了之后下班非常累，然后你会怎么安慰她？用就是男友视角给我们说一下，就比如说对着镜头，比如说这是女朋友的方向。那我觉得如果用男友视角的话，我可能就帮他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段时间工作不顺利的原因。 就是说法就是相对于这就是你女朋友，然后你对着他现在说一下，如果你这段时间工作不顺利，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你为什么这段时间工作不顺利，然后我们再叫点好吃的，然后好好睡一觉，然后就行了。有网友说你的颜值加身高加声音就是校草本草了，你觉得自己最大的魅力在哪？最大的魅力，或者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哪？最满意的倒不是说最满意，就有我觉得我的五官当中有故事，就比如说这颗痣，我发现网友对它的讨论挺高的，但我记得我小时候挺讨厌这颗痣的，但后来慢慢接受了，我就觉得它是我的一个特点吧，然后就欣然接受，现在甚至有点喜欢它。有看到有网友说就是还想跟你一样有一个这样的痣，你有什么想回应他们的？那个纹身店，要不就买个水笔戳两下都行。上学的时候是校草吗？算是吧。就是会有被女生倒追过吗？有。多吗？还行。有没有一些非常夸张或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的行？有。举个例子啊，那就没有，还是比较多啊。没有啊。收到过情书吗？收到过。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就我会看，但一般不会回复。对。就是如果有人当面给你表白呢？有这种吧？有。那我就怎么样拒绝？如果不行，圆滑的拒绝，毕竟还要给女生一点面子。对。会跟戏里面一样，就是大家比较介意的点，就是现在再说你怎么就不推开李威，就这一点。然后如果你现实生活中的话，就是会圆滑的拒绝，是吗？我觉得是你本人的话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本人的话，这让我怎么说呢？因为戏里都有他们的人物关系在。本人的话，可能会一开始因为是懵逼的，所以说可能不会一下子推开。然后因为那段戏是这样的，李威一开始抱住我是懵逼的，后来他有一个要亲我的动作被我发现了，然后我就把他推开了。可能本人也会偏向于这个反应吧，我觉得。就是如果你吃醋了，会用这种方式来让女朋友吃醋吗？我吃。就是用那来气他。应该不会，因为这会有恶性循环，是吧？互相伤害，对对对。那你如果谈恋爱的话，是主动出击，还是会喜欢被人追？被动的情况多一点，对。多一点。被动多一点。那你觉得女生怎么样才能追到你？孝敬长辈，品学兼优，盘两条顺啊，大概就这样。所以你的择偶标准就是，盘两条顺的这个，可以再具体的说一下。这是还不够具体吗？我觉得挺具体了。就是理想型是什么样的？理想型就
天真善良可爱活泼开朗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对，你喜欢身高，比如说这还不具体吗？对，比如身高什么范围的？身高1.4到1.8，都可以是吧？都可以，对。喜欢上一个人的话会有哪些表现？觉得自己是偏向江城这种高冷型的，还是说无波松那种默默关怀暖男型啊之类的？可能两者相结合吧。就吃醋的时候像江城，当然行动上可能没有吴柏松做的这么到位，但也会有，应该比江城更主动一些。嗯，初恋是什么时候？18。怎么发生的？怎么发生的？告白吗？还是你追的他？我追的初恋。所以说着自己是被动型的，还是会主动？很少，就很少。然后小美好非常吸引人的一点就是里面对青春的一些描述，大家觉得非常真实，会容易有共鸣。那你本人跟剧中很相似的经历有没有？跟剧中很相似，很共鸣，觉得就是你的青春。每段其实我觉得都挺像的，就感觉是自己上学时候发生的某一幕，都有。就比如说特别相似的。我这还真一下想不起来。就比如说那个做过什么青春叛逆的事儿啊，或者是中二期做一些糗事之类的。糗事还应该没做过多少，想不起来，真的。从小就是一个男神的形象是吗？也不是，不是。从小我应该属于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吧，也不给老师捣太大的乱，但也不是说特别特别老实的那种。对。是个学霸吗？不是学霸。然后大家现在都说小鲜肉是影视圈的杀手锏，那作为一个现在新晋老公这种小鲜肉有什么想法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有什么想法？就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顺利吧，所以说目前也在多学习多积累。对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？工作计划就是一边学习一边谨慎的安排接下来的工作。学习是说要培训或者专门的？对对对。那你想尝试接下来想尝试什么角色？其实都挺想尝试的，因为江城这个人跟我本人还是有挺多相似的地方的，所以说对我来说挑战不能说特别大。对，所以别的类型的角色也都想尝试一下。那你在片中有唱那个片尾曲，有没有想往音乐方面发展？普遍反应辣耳朵，那我就不祸害大家了。辣耳朵是吗？辣耳朵，真辣。都觉得挺好听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带着粉丝滤镜在听。但是我个人有一种错觉，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有点辣，然后越听就感觉缓和一点，可能是我的耳朵适应了。自己平时喜欢唱吗？很少唱。网上还有一些评论，可能就是看你回应一下。有网友问说，江医生，颜控这种病有治吗？挺难的，但应该有的治。怎么治？多被生活摧残几年，应该就治的差不多了。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拒绝不喜欢的女生？这是网友的一个问题。我就这有个挺矛盾的地方，因为女生她心理接受能力相对来说弱一些，就所以得缓和的拒绝吧，我觉得。对着镜头说一句你觉得最撩的话。最撩的话也可以自己想。对，还没有这方面经验，好难。剧中不是还挺多这种很甜的话？小傻瓜，这个撩吗？起来吃饭了。差不多这样。对，那先说到这儿，最后就是再给大家录个 ID 吧，就是用江晨的方式叫大家起床。蓝珠起来了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